问，这大肉串多少钱一串？十块，来给来一串，给来一串。老板给擦一擦，来上这么一串，你看，撒上一点盐水，来上一点辣子，漂亮，就这么一串。小朋友，这个多少钱一串？十块，哈，这是真实的十块。很多人呢都会说什么呢？撒谎，或者是我是文旅局邀请来给新疆做宣传的，但这就是真实的新疆羊肉串十块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新疆吃的十块不是这么大，但我今天是在新疆，这是哪里？喀什巴克齐乡，新疆的疏勒县巴河齐乡大集上。对，你试试这是真羊肉还是假羊肉？你说这真羊肉假羊肉？这个是真的羊肉，本地的羊娃肉做出来的。因为新疆占有中国1/6的面积，不要在你去过的那一个餐厅或一个城市来否定了整个新疆。新疆有很多便宜的美食，就像这串大羊肉串，它真的就要十块，我自己都震惊了。哇，关键是鲜嫩多汁，现烤现卖，就是卖十块钱。一天卖多少？十块，就是他这生意，我这么说，一天得卖1000串。